爸爸组，我们两个很和乐，对不对？那换你问我。我想看恋爱，这怎么办？好，换你哦，月春。弟弟可以喂妈妈吗？来喂妈妈吃可以吗？今天机会教育了，女儿非常好养，很听话，很乖。终于理解为什么爸爸都比较爱女儿，因为女儿比较懂事。我可以吃冰淇淋吗？照来说，一般的 YouTube 开场都是一开始就开场，但是我们今天一追着时间跑，所以我们开场是在你们看完影片结尾才开场，所以我们就来回顾双宝 Parents 的一天吧。Let's go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俊哥平常的工作。其实我也蛮好奇，除了感冒以外，还有什么皮肤科的部分有什么？最后呢，再带大家看一下医美的部分，大家最期待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？今天我来挂健保，挂就要来填。乱填了一把，这很有质感呢。还有一个素兰，温迪最爱的素兰。温迪是喜欢素兰还是素兰？噔。好，是我。杨凯先生，请进。你好，那我要戴口罩哎。算了，没关系啊。Nice。你是不是有过敏？对。OK。哦。啊，有没有甜甜的？就这样被塞了一个甜甜的东西。啊，因为是小孩子，所以我们就是口味是有点草莓口。啊。流鼻涕的话，喷一下，它的血管会比较收缩。哎呦哎。比较好，比较高的流鼻涕就会帮你再抬高一点，上升下降。非常可爱的一个 demo。因为我们没有糖果，我们只有玩具。对对，可以转扭蛋。对，因为让大家觉得看医生不会害怕的。贴纸跟戒指，其实我们就是随机放的，按你就是抽到戒指。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指甲矫正的，指甲矫正，对啊，来王小姐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我看一下，你要露出你的脚趾头吗？你愿意吗？我需要吗？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个显微镜？因为我们有抓虫，的确刮下来，然后发现他脸上一大堆虫，他一直在吃你脸上的角质。他每一只都有八个角哎，还有一个嘴巴哎，是这样一天到晚脸红，都以为自己是湿疹或是过敏，但是居然是因为脸上虫太多。你吓到我？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突然来这趴要抓虫了。来，把你的手借我一下。就是一点以前旧的痘疤而已。不要乱叫。就用大拇指挤压法把一些粉刺挤出来。粉刺卡在这里，然后旁边是一些毛。大部分干净的人抓起来是都没有虫。如果有虫的话，同样的这个视野底下可能就会看到，它大概一平方公分有几百只，然后脸上一直都是粗粗怪怪的。Oh my god， 他没虫。妈咪。明天还要开诊所，没错，明天又是漫长的一个礼拜。同时经营社群媒体，没错没错，要跟大家有连结互动，还要处理跟老婆的沟通，没错，处理一些负能量。哎，没有，你们这些小孩子超没用，又不陪我，像那个死老公，不是啦，你怎么在里面？你不知道他闹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他什么都闹，无赖，乱闹。蛮心蛮心，踏这个的时候可以踏前面一点点，第一下要紧一点。OK。哦呦，哦，爸爸组，我们两个很和乐，对不对？那换你问我。我想看恋爱，这怎么办？好，换你哦，月春。弟弟可以喂妈妈吗？来喂妈妈吃可以吗？今天机会教育了，女儿非常好养，很听话，很乖。终于理解为什么爸爸都比较爱女儿，因为女儿比较懂事。我可以吃冰淇淋吗？大波。假日才会带他们来这边走走，我们会找公园啊，适合小孩子放电的地方。那你们是每几秒注意不会离开你们视线吗？几秒？也要看有没有在用手机。那谁比较常走失？我们会轮流吧。轮流走失，有走失过一次，后来他就回到原本放包包的地方，所以你们反而白找了。对，那波米啊，波米好像他会确认我们人都在哪里。我刚刚看了一些画面，发现照顾小孩真的有一点很累，需要很多的注意力，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完全不知道他下一秒要干嘛。真的是下一秒，他现在说这边有虫，下一秒突然就冲走。嗨，啊，这边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自己跑回来。好。就差不多这样，我们对话到一分钟，然后有人就来了，对，就来了，来给你。开自己的铁门的感觉，开心吗？还好啊，还好啊，就觉得哇，下班还是偶尔突然有事情，还是要回来用一下。在这边关心 iPad， 我在这要扣扣。
一声。有时候我还会在 IG 上面 po， 偶尔 po 一下而已。就是有粉丝他就想要问说，波米的英文很好哎、欸，有教育的。今天在买冰淇淋的时候，问他是什么样的冰淇淋 ？What is this？ Ice cream。What kind of flavor？ Strawberry chocolate。但是你好像没有跟他英文有对话到。对，因为波米，波米要过来。算了算了，他在忙，他在忙。其实那个程度已经超越了很多。不行不行，那这样我们应该……哎，还是波米，波米，你跟悠悠现在讲英文哦，开始哦。好，现在对话讲英文哦。Hello， 悠悠。Hello， 我差点一直那时候觉得第一个教好之后，第二个好像会比较轻松。因为他必须要对话可以玩，第一个真的要制造比较多环境，然后到第二个的时候，感觉悠悠的英文老师就是 Bomi， 对，很神奇耶！你们创造了一个氛围，让悠悠跟 Bomi 他们都能互相用英文来对话。一句话总结，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也是要把英文自己融入在生活中，跟他对话。但是你忘记了，我就当场查，开始跟他一起学。对，其实这样，超多句话。那我们来夫妻间的快三问答，你先背对不对？第一题是谁的异性缘比较好？哪一个人的异性缘比较好？不然我异性缘不好吗？对，你也是选我吗？没有没有，先不要问。第二个是当时在追求对方的时候，谁的喜欢比较多？这很难哎，我都已经到这么老了，还要回想那个。就是年轻一点嘛。OK OK。好，可以放下，可以放下。小朋友他们比较喜欢跟谁相处？你们会跟每一位观众同时间看到的东西，你们的时间轴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们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。这是我们这一家一日奶爸行程，一日奶妈行程，一日桃园行程。那我们这一家下次见，拜拜。